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跳蚤队。桃花源里蹦蹦跳跳，少年你莫要归心态。在这样一个很欢乐的节日里呢，我们的小朋友想跟大家一起来嗨唱新年。第一个字是这样的，第二个字就是这个动物，三个字就跟第一个字是反，第四个字就这样。二一，我怎么感觉是上窜下跳啊？恭喜你，上大了！刚才的节目真的特别棒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是肯定不会输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压箱底的宝座，就是由我们的苏金和于逸璇小朋友一起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叫做来，有请。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《下一秒》。下一秒。遇见自己。